各位 Maggie 的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我叫徐开宇，双人徐，开门的开，宇宙的宇，开门就见到宇宙了，很好记。我家有三个人，我爸是公职人员，我妈是家庭主妇，我是暨南大学传播学系毕业的，当兵体格佳的，视力 1.2。我奉行早睡早起，身体好。我的原则是乐于助人。谢谢。讲重点，交过几个女朋友？九个。不是，是半个。他是我大学时候认识的，但是我们的进度只有到牵手，但是交往没有多久之后，他就跟学长跑了。那原因呢？我没有想过原因呢。可能是我这个人太无聊了吧。你确定不是你不够温柔、不够细心，还是太大男人，小气又龟毛？还会说谎？没有，我不小气也不龟毛，而且我家的家训是不准说谎。家训是不准说谎？怎么没有这种家训？听起来算单纯清白啦。那有没有兴趣啊？专长呢？还是有没有什么缺点？我喜欢看棒球，还有打电动，还喜欢《航海王》《灌篮高手》。但是没有专长，可是我有内建导航，我不会迷路，而且我打麻将的时候不太会输啊，偶尔打。